Thank you.
保持警觉，队员。我在听。呀，志瑶，你好，前辈。Bronya， 抵达战场。从这里的二楼出发，可以继续深入福斯湾城区。嗯，你说楼梯坏了？没关系，我们有更便捷的方法。月之环里储存了一种纳米级别的特殊溶液，可以在接触空气时迅速凝结成固态。通过快速发射这种溶液，我们就能得到一种坚韧且具有极大粘性的绳索，你懂我意思的吧？
反拳呀，相会魔术。麒麟稍等，队长。搜出，贯穿，上树模式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这里是造型好奇特的建筑。队长，等一下，前面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你发现什么了，莱尔？有一些怪物聚集在圆形建筑外，他们的样子有些奇怪。是什么？护士，看那外形应该也是构装物的一种，但是明显和其他种类有区别，行为更像人类。等等，现在好像不是在意他的时候。他的手下样子有些奇怪，这种速度和力道，怪物好像变狂暴了。刚刚那一针的作用吗？哇，真是可怕的护士姐姐。总之，先解决掉狂暴化的怪物。追进去吗？敌人的异常行为让我很在意，而且这里也是前往摩天轮的必经之路。好的，队长。预知管启动。咦，恐怖护士呢？他逃走了。不要放松警惕，先检查一下建筑内部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队长有命，随叫随到。搜寻，贯穿。
没有发现钩状物反应，那家伙好像真的消失了。队长，你在看什么呢？维修日志，看来那座电梯可以通往上层，但是需要更换备用组件。上面写了电梯维修公司的地址，我们应该可以在那里找到零件。既然找不到那只怪物，我们优先修理电梯吧。听我指挥。我们收缩模式，收什么？贯穿，收缩模式 ，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收什么？贯穿。充能完毕，该收场了。抓紧时间，行动开始。要是有车就好了。这一带应该就是中心市区了，全是空无一人的楼房，还到处渗水。这里的居民都希望他们都安全撤出了圣方丹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小心，你们要紧，队长手下已经降神到了。速度，反应。009，测试一下侦察单元的状态。
保持警戒，战场如职场。0019，测试一下侦察单元的状态。保持警戒，战场如职场。行动开始。注意搜索敌方单位。坦率地说，战斗比开发轻松多了。抓紧时间。好险，差点就掉下去了呢。行动开始。0019，测试一下侦察单元的状态。保持警戒，战场如职场。0019，测试一下侦察单元的状态。保持警戒，战场如职场。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，抓紧时间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斩尽吧！找到了，确认和日志上说的组件型号一致。那赶紧回去试试看，能不能让电梯动起来吧。找到了，确认和日志上说的组件型号一致。那赶紧回去试试看，能不能让电梯动起来吧。燃尽吧！
前辈，这条路好像不太对。果然还没有走远吗？开始作战。
听我指挥。队长，刚才那一枪真是太帅了。大家辛苦了。如果我没听错，他刚才说的是人类的语言。我看过报告，迄今为止的，按你的命名方法，暂且称之为塔罗怪物吧。他们应当是没有语言系统的。可是刚才那家伙的确说了人话，难道这家伙在空无人烟的荒城里自学了人类语言？很难相信敌人有这样的智能，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事先设置好程序的机器。但算了，线索还太少，之后再考虑这件事吧。我们先给电梯装上新的芯片。志友，我们一起搭把手。如果那些怪物是被某种存在制造出来的产物，那么或许在了解人类的其实是队长。好像不是这个方向，是要进行补给吗？要不我们先回头吧。身上的侵蚀迹象还没有完全消除，队长是不想让他太劳累吧？不只是因为这些，在继续深入探索福斯湾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些必须要做的准备。首先是基地的问题，虽然只是临时的据点，但现在未免太简陋了一些。也是呢，不说别的，最起码得有个坐的地方吧。还有，在调查中，我们遭遇了之前从未见过的新敌人，有必要对这些敌人的情报进行记录和分析，就像之前第三小队做的那样。情为什么好像突然来了精神？以我们刚刚击败的那只怪物举例，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不少意外收获。意外收获？它的结构组成中有不少稀有的矿物晶体，还有那根针管里的液体，虽然还有杂质，但却是可以利用的液态崩坏能。布罗尼亚队长，你是什么时候把它拆掉的？有点吓人哦。
利用这些资源，我们可以强化提米朵的武装。不，除了战斗之外，你的武装还有其他用途。通过加大凝结器的功率，改善冰刃的材质，你能用它翻越更复杂的地形。没错，能够前往的区域越多，我们能发现的线索也就越多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听队长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一个个处理刚提到的问题吧，这一下可有的忙了。城备完成后就来找我核对具体的安排吧。
Bronya, 抵达战场。抓紧时间。
会尽力帮助大家。宿敌，换剑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李宁要打，东明全伤了，队长。我马上。队长吩咐的任务，一定要好好完成。
Sonia， 抵达战场。完毕，奥提妹 blade， 管拳解放。